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本期涉外法治大讲堂的主持人郑雅芳。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来莅临到我们的第四期涉外法治大讲堂。那么在我们的讲座开始之前，那么请允许我向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商会商法与惯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高子成会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会长、世界法学家协会副会长黄进教授。上海仲裁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通力律师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余卫峰会长。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项目部主任王磊先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国际部主任戴磊先生。中国律师杂志社记者杨雪女士。全国律师协会国际部干部付强女士。北大法宝学堂执行主任王登峰先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强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梅夏英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勇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籍专家唐林老师。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研究基地秘书长满一山助理教授。好，还有我们来自北大法宝等媒体的记者朋友们，以及线上的各位同行们，再次表示感谢。好，首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王强副校长致辞。尊敬的高子成会长、黄进会长、余卫峰会长、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这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节迎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大讲堂第四期。我谨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高子成会长、中国法学会黄进副会长、上海仲裁协会余卫峰会长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向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大法宝等单位及各位媒体朋友对我校涉外法治大讲堂的长期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欢迎大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大讲堂是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与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秘书处设在我校涉外法治研究院。大讲堂的定位是打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窗口和推动涉外法治建设的高端智库。举办涉外法治大讲堂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的重点工作内容，也是我校涉外法治研究院发布研讨涉外法治研究领域成果的重要平台。前三届涉外法治大讲堂分别由中国法学会姜碧欣副会长、甘长春甘藏春副会长、
张明启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刘桂祥专员等在理论和实务享负盛名的国内顶尖级专家担任主讲人。讲座精彩纷呈，座无虚席，已经引起了业界热烈反响，并受到一致好评。法学院梅夏英院长、涉外法治研究院黄勇常务副院长、郑雅芳副院长等对涉外法治大讲堂的策划和组织，也是本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动力。借此机会，我想就涉外法治大讲堂的发展谈谈几点期望。一是立足实际，服务大局，不断推进涉外法治研究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建设法治强国的必然要求。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发展和涉外法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我们希望建设具有包容性的专家智库、学术共商平台，并以此为涉外法治研究院的长久发展增添动力，进而推进我校涉外法治研究的高质量发展。二是矢志不渝，接续努力，打造具有时代性、学术性的法治论坛。涉外法治大讲堂的主题思想，不仅是主讲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符合国家战略需要、贴合时代要求、具有学术品格的重要载体。要聚焦全局性、基础性、前瞻性的涉外法治课题，不断增强论坛活动的针对性、时效性，从而提升大讲堂的学术水平。未来大讲堂将不定期邀请涉外法治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涉外法治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专题讲解。三是同舟共济，继往开来，培养优秀的涉外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成事之要关键在人，法治人才的培养是涉外法治研究院工作的初心和使命。涉外法治大讲堂的学术内容以及效果与各位同学密切相关，在座的同学们也应把握好这个机会，积极参与。涉外法治大讲堂正是为了统筹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有利于搞好重点领域的涉外法治任务，培养能够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的一流人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法学会的合作历久弥新，涉外法治大讲堂就是双方合作多年的具有品牌效应的标志性合作成果。我校一直和中国法学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涉外法治研究院成立初期，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训秋一行专门莅临我校进行调研和座谈，就贸大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一期讲堂，我们又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法学会黄进副会长莅临指导。同时，本次大讲堂我们又进一步开启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及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合作。非常感谢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高子成会长的莅临指导，期待将来有更多的像高子成会长这样的专家型大律师、余卫峰会长这样的涉外法治的大专家走进校园。春暖花开，万物生发，此刻是充满希望的美好时节。我们相聚会员，在这里分享观点，交流学术，收获知识。初春满盛景，奋进正当时。祝愿贸大的涉外法治研究不断发展，涉外法治人才不断涌现，涉外法治大讲堂越办越好。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预祝本次大讲堂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王校长为我们涉外法治大讲堂的发展提出了三点非常战略很高的要求，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也会认真的去落实。同时也再次感谢王校长一直以来对我们涉外法治大讲堂的支持和鼓励，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梅夏英院长致辞，有请。尊敬的高子成会长啊，黄静会长，还有魏峰会长，以及在座的嘉宾啊，老师同学们啊，大家下午好。这个今天呢，是我们贸大这个涉外法治研究院这个涉外法治大讲堂这个在2024年的开启第一次开启的日子。我们荣幸地请到了这个在座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在百忙之中来到贸大莅临指导，我代表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表示这个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这个对外经贸大学呢，大家也知道它这个涉外法治是我们的优势学科，我们贸大法学院。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服务于国家对外贸易它是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国际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历史产生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学校学院非常重视这一块的这个涉外法治这一块学科的发展。在前几年呢，伴着这个习近平这个关于统筹国内国际这涉外这个法治的这个倡导法治发展倡导，2021年呢，我们法学院呢就成立了这个涉外法治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工作呢有两大核心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进行呢前沿性的涉外法治的理论研究这个体现在我们研究院每年向社会正式推出这个年度涉外法治研究报告。昨天呢，我们刚刚推出了第三期这个涉外法治研究报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涉外法治大讲堂。这个大讲堂的目的呢，就在于这个请业界就重量级的嘉宾学者这个来这个贸大进行呢演讲就是为同学们提供最新的这个。知识最新的经验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我们涉外法治大讲堂的第四期就我们每次呢这个活动呢都是由涉外法治研究院黄勇院长还有郑雅芳副院长的这个操持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这个贸大的这个我们除了这个涉外法治以外，今天我们涉及的题目呢仲裁也是我们的优势学科方向对外经贸大学的仲裁法研究和实务在业界还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很多老师呢参与到这个仲裁法界的工作我们在教师群体当中，我们教师担任仲裁员的比例也应该是业界也算是很高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以这个题目仲裁与涉外法治，想必呢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今天的三位嘉宾呢，都是在涉外法治和那个仲裁界都有特别大的影响我们应该感到非常荣幸。这个其他的呢，我就不多说了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这个三位嘉宾再次呢，这个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也祝这次活动呢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梅院长热情洋溢的致辞。我们大讲堂从第一届开始，直到现在都离不开梅院长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建议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向梅院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讲座环节。我们之所以选择仲裁与涉外法治这个主题，其实也是源于我跟三位专家之前的一个沟通，就是我们其实是要立足于涉外法治这个主题选入一个切入点。那么这个切入点刚好呢，就是仲裁都是三位专家非常非常这个专业的领域，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在法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角度的一个非常擅长的领域。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今年的五月份世行的这次新的方法论，就是 Be Ready 的这个项目书的发布，它其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点，就是要考核中国的整个的国家的纠纷解决能力。而纠纷解决能力当中呢，它就融合了我们的诉讼和其他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那么在其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当中，就会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仲裁。比如说在仲裁领域的这些问题，它其实是直接指向了我们国家整体的涉外法治服务能力的建设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高会长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整个中国的涉外法治服务能力建设应当如何的有效推动。有请高会长。尊敬的王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啊。今天的主题呢是仲裁与涉外法治。因为涉外法治包括涉外仲裁和涉外法律服务。这个涉外仲裁和涉外法律服务，它对于法治效能的提高意义是重大的。这其中起到支撑作用的就是涉外法律服务能力。而这个能力建设目前尤其的重要，尤其的迫切，因为目前整个中国律师业涉外法律服务是个短板，或者说是短板中的短板，所以尤为迫切。就是能力建设已经上升到非常重要的层级和日程。总书记曾经强调，要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要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的格局。为了落实总书记的指示，也为了契合涉外法治的大局需求，我们采取了若干的措施来提升涉外法律服务的能力。这其中包括加强涉外法律服务的国际布局，包括推荐许多律师到各种平台渠道去历练、去展示、去发挥作用。因为只有在这些平台了解国际规则，才能善用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海外发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鼓励中国的律师事务所积极地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地到海外设立分所。我们也鼓励和支持境外的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我们也鼓励中外的律师事务所互设顾问，鼓励建设一流的熟悉涉外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我们也在积极地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优选地等等。前几天我们接待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我第一次知道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第一次，不是第二次被评为世界或者全球，争议解决、商事争议解决的第三名的优选地，我觉得这个信息啊还是令人振奋的。能力很重要，我理解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它分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能力，第一是一线实战能力，第二是善于应用境外律师资源的能力。在第一个能力，一线实战能力，它是需要长期培育的。这个能力是指到一线，包括到法庭，包括到仲裁平台去做代理人，去做仲裁员，去驾驭境外的语言，善用国外的法律和相关的规则，来提出有理有据的、令人信服的、能够被支持的
那些意见和建议。但是具备这个能力，不仅需要语言，不仅需要熟悉条文，也不仅需要熟悉规则，还要了解东道国或者仲裁地或者相关所在地的文化习俗乃至于宗教。了解这些，对于结合管用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意义是重大的。而这个方面就需要长期的培育，需要长期的历练。与此同时呢，国际化的视野也尤其重要，我想这也应当在培育当中加以引进和重视。那首先就是强化对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的认知和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熟悉的应用相关的规则，裁处相关的案件。另外呢，也要注重国内对国内司法的借鉴，特别要强调还要加强与港澳台新加坡这些主流媒体仲裁机构的交流，因为我们和他们的交流相对的说更加便利。另外呢，还要关注本土和国际的相关的结合，另外也要了解国内法律和国外法律的不同，也还要注意了解把握不同法系的不同，也还要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代理案件、对于裁处案件可能产生的不同的影响。这里我举个例子啊，我就说这个一线实战能力需要长期的培育，接下来我就想讲第二个能力，选聘能力，善于应用的能力。那么选聘能力也就是鲁迅说的拿来的能力，善于利用，善于应用境外律师资源的能力，这个能力我认为它同等重要。这个能力需要短期的培训，我觉得它可以立竿见影。这个能力指的是去选聘适合的律师，选聘适合的仲裁员。这种选聘是基于两种因素，一方面制度原因，另一方面是能力的原因。就是有好多的国家是不允许外国的律师直接在自己的国家的法庭出庭的，我们国家也不允许外国的律师在中国的法庭出庭，那么就需要聘请东道国的适合的律师来处理案件。另一方面是能力，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律师出去一线实战能力不够，还是其他的能力不够，总之能力不够的时候，我们需要选聘到能力具备的律师或者仲裁员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举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个案件啊，在西方某一个国家的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华人，他车上有违禁品，被警察抓住了，按照当地的法律要科以刑罚，罪行还比较重。那么他首先请到了华人律师，好沟通嘛，给他的建议是罪名成立，争取从轻。那于是他又换了第二批律师，还是华人律师，生在美国的，生在英国的华人律师，也有利于沟通。给他的建议是罪名成立，创造条件，争取从轻。他还不甘心，于是又换了第三波律师，白人律师，给他的建议是罪名不成立。重要的是不是这个建议，重要的是这个建议得到了陪审团的支持，最终判决无罪。为什么？我想未必是白人律师比华人律师的能力更高，经验更厚，可能更多的是那个白人律师基于他对本土的文化的认知，对仲裁员啊，对这个陪审团的成员内心的把握可能更到位，所以他敢于拿出这样的建议，敢于提出这样的辩护意见。这就是选聘到位而可以产生的好的效果。所以呢，这个选聘适合的律师就包括你选聘的律师或者仲裁员，他的专业能力足够高，他的经验足够宽，他的职业操守可靠，他的价值取向可靠。那么这样的人才，无论是律师还是仲裁员，是我们需要选聘的。事实上呢，这种做法也是在借鉴改革开放之初
外资进入中国的普遍的做法。改革开放之初，外资进入中国带了律师来了，来干什么？他是不能在中国出庭的，他也可能不了解中国的法律，甚至不会语言。他的作用在于帮助进入中国的外资来选聘适合他业务的中国的律师，为他提供中国的法律服务。所以这个模式和借鉴，这个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啊。这是选聘能力。接着呢，我就想说，中国的制度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我们正在积极的构建，还是听中还是听后，也包括构建这样的机制，就是立案前的调解，调解之后引导仲裁，仲裁不成，然后进入庭审，诸如此类啊，这些多元化解机制，对于涉外商事纠纷，它的调处，也是很有意义的。总之，我觉得呢，就是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非常重要，它对于仲裁的公信力、仲裁的影响力，对于涉外法治的效能的提高意义重大，对于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但是目前涉外法律服务能力的确是个短板，但是我想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学子，对于年轻人而言又是绝好的机会，因为是个短板，因为这块服务这块领域存在洼地。那么作为青年学子，你只要有志向，你只要勤奋，你就可以突出，你就可以优秀，你就可以卓越。况且目前我觉得网络空间、网络技术提供的便利，对于青年学子而言更容易成为涉外大才、涉外专才，不仅为涉外法治做出贡献、留下痕迹。如果你卓越，如果你优秀，或者你突出，你在哪里都会成为风景。我就说这些。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高会长结合他的这个非常深厚的这个实践经验，对于我们国家如何去推动中国涉外法治、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提高这个涉外法的治效，给我们了非常精简的答案。那么其实高会长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也深深的触动了我，因为我之前啊，我们刚刚在2020年底啊，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研讨会其实是认为涉外法治可能更多的集中的是一个中央事权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刚才通过高会长的这个深入的讲解，我们会发现涉外法治它其实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回头其实就指向了一个非常非常圆润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去理解涉外法治。我们今天啊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黄进会长，因为大家知道黄进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这个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这篇论文，事实上是在学理上进行了一个奠基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机会难得啊，想请黄老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涉外法治，涉外法治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有请黄老师。谢谢。尊敬的王校长，高会长、玉会长，各位同仁、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呢，有机会再次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非常高兴来参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涉外法治大讲堂。更高兴的是啊，我今天有机会同高会长、玉会长还有我们郑教授同台，来一起讨论一下仲裁和涉外法治的问题。现在呀，在我们中国法学法律界有很多热门的话题，比如说数字法学的问题。其实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里面也有两个话题很热，一个呢就是涉外法治，一个呢就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建设。涉外法治这个话题，最近几年呢，非常引起大家的关注。
引起大家的热议。我印象在两三年以前来经贸大学参加过第一次涉外法治的研讨论坛。其实在那次会议上呢，我也谈到了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或涉外法治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涉外法治建设始于改革开放，就是从我们国家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就开启了涉外法治建设的大幕。大家知道1979年我们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就是一个专门的涉外法律，涉外立法。那么从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我们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前行，应该说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推动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那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特别是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大家可能还记得，在18届四中全会，中央做了一个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面就提到要加强涉外法律工作。但是大家注意，当时没有用涉外法治这个概念，提出要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到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做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里面首次提出来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所以从那以后，那么在我们中国的法学法律界就开始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当然到了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里面，他提出了11个坚持。现在一般认为这11个坚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那么这11个坚持里面有一个坚持是在这次讲话里面首次提出来的，就是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或涉外法治。其实其他10个坚持在总书记的过去的讲话里面都提到，那么在这次讲话里面首次提出来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或涉外法治。到了2022年，党的这个二十大里面又专门强调要加强新兴领域、重点领域或涉外领域的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或涉外法治。特别要提到是去年11月2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专门学习涉外法治问题。那么总书记在讲话里面就特别提出来要加强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而且就涉外法治的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涉外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应该说，就是党的18大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涉外法治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我们国家提出来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以后，其实对什么是涉外法治
什么是国内法治，什么是国际法治，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由于有模糊的认识，所以大家也有一些误解，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里讲一下什么是涉外法治。什么是涉外法治，你首先要了解它，就要了解什么是涉外。涉外就是涉及外国，涉及外国，涉及境外，涉及外国的人事物，或者说社会关系，或者说法律关系含有涉外因素，这叫涉外。那么涉外法治和涉外这样的概念呢，它是站在我们中国自身的立场，站在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讲的啊。所以涉外法治那么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照本国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涉外法律法规，以及啊自己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处理涉外法治或者涉外法律事务的法治活动，这就是涉外法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涉外法治它实际上是中国国内法治的一部分啊，所以这里就提出来什么是国内法治。国内法治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的活动，就是国内法治。所以涉外法治这个概念，严格讲它对应的概念是纯国内法治啊。涉外法治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内法治的一部分，它其实对应的是纯国内法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法治是只处理国内事务的法治活动，那个是纯国内法治。那么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国际法治。国际法治呢，它是国际社会基于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处理啊国际社会事务的法治活动。所以国际法治它和涉外法治是不一样的。涉外法治它是一个国家啊处理自己的对外事务的法治活动。所以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我在经贸大学参加第一次论坛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来理解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的关系，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国内法治是一个圆，国际法治是另外一个圆，这两个圆有一个小部分是交叉重叠融合的部分，那么这两个圆交叉重叠融合的部分就是涉外法治。所以涉外法治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国内法治的对外延伸，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治把自己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连接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啊。当然涉外法治它毕竟是和国际法治的一个源有所重叠，所以它是一个国家国内法治的特别部分，它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国际法治的一个特别部分。但是一个国家的涉外法治毕竟是一个国家国内法治对外延伸，是国内法治的一部分，它不能够等同于国际法治。就像我们国家有涉外法律法规不能等同于国际法一样，那么涉外法治也不能等同于国际法治。国际法治它有更广阔的范围啊，这就是我想对啊涉外法治这个概念呢做一个解读。因为我们只有很深刻的理解，很准确的理解，很全面的理解什么是涉外法治，什么是国内法治，什么是国际法治，并且
很好的掌握三者的辩证关系，才能很好的有利于我们去推进啊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从而啊按照总书记提出来的，就是我们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实际上啊是要啊维护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人民利益，但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国际法治进步，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我先讲这么些，谢谢。好，非常感谢黄会长从纯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三个视角分析了涉外法治在三个关系当中的定位，那同时也为我们厘清了什么是涉外法治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再次感谢黄老师。那刚才黄老师其实他在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我们整个涉外法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的问题。那我其实也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在整个涉外法治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中国的涉外法律服务的这种发展状况是什么样的，大概经历了哪些阶段。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这个余卫峰会长，想请他给我们讲一讲整个的发展历程是如何的，有请。对于法律服务业而言，或者对于中国的职业律师而言呢，我们这个国际化进程啊，大致是三步。那第一步呢，是因为是涉提供涉外法律服务，在中国提供中国法相关服务。那么这个呢，体现在早期，比如说有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就是我们三资企业。那你服务的对象呢，既包括境外的，也包括国内的。那么它的涉外因素呢，主要就是现在我们的民法典及民事以及民事诉讼法啊提到的这个涉外因素，以及呢涉外的连接点。在那个时候呢，对于我们中国律师而言，更多的是用中国啊用这个外语来介绍中国的法律制度，来对比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这个投资来源国这个法律制度它的异同点。那么这个呢，最根本的那当然是大陆法系啊，然后英美法系的这个区别，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体现在我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些细节法律制度的这个法律制度的异同。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整个发展历程啊一直到现在啊还都有。当然呢，我们欣喜的看到从这个提供涉外法律服务而言啊，刚才我们子成会长也提到啊，我们需要有涉外这个能够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的律师。那么这个群体呢，从最初的这个非常少的数量，到现在呢，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涉外中国律师当中啊，涉外法律服务这个法律服务者啊一支比较这个坚强的力量啊，人数也不少。遍布于全国各个省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阶段是用这个中文或者外语来在中国提供中国的相关法律服务，那我们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是提供域外或者跨法域的这个涉外法律服务。那么这时候你服务的内容，或者是说你服务的对象，就不仅仅是来中国投资的跟中国投资相关的这个当事人。那么从这个服务领域而言，他就跨出了这个中国啊，到了世界各地。那第二个呢，从服务内容而言啊，你的角色也开始在转变。那这个阶段呢，对于中国律师而言，主要是服务中国客户啊走出去。那么最早呢，从本世纪初啊，随着中国的企业国际化的这个进程，那么中国法律服务的
第二个阶段，就涉外法律服务的第二阶段呢，也悄然而止。那么这个呢，很多是体现在中国的律师走出国门，去主导一些跨境的业务啊，有直接投资的啊，也有收购兼并，那么也有呢这个纠纷解决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律师啊也体现了他们的能力，也展现了他们的风采。啊，我们从本世纪初一直到现在20多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中国律师啊，在诉讼、非讼，在提供跨境法律服务方面，展现出了他们的能力。那这个呢，我讲的是第二点啊，第二个阶段，就是跨出这个国境，提供跨境的法律服务。那第三阶段呢，是现在刚刚开始，或者说对于中国律师、中国律师界而言，还是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我们要跨出国门，从一个律师、一个团队发展成为我们中国的律师在海外要有海外服务的能力啊。那么到23年啊，中国律所在应该是在36个国家已经设立了180多个分支机构。那这个呢，我称之为中国律师国际化的第三阶段。那这时候呢，就不仅仅是考验你律师的职业能力啊，刚才我们子成会长也提到你的项目管理能力，那么同时也会考虑到你这个律所的管理能力，你律所管理的水平是不是这个一流的。那么从涉外律师的能力而言呢，也同样是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你能够用外文去介绍中国的法律制度啊，能够把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法律服务在你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当中，为保护你己方当事人的这个利益，当然呢也是促进交易，或者是说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或者这个促使交易这个纠纷啊顺利解决，那这是第一部分。那么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我反复强调的就是对于中国律师而言，你一定要 open mind 啊，不仅仅了解中国，你要了解世界啊，你要了解主要比如说英国、美国、英美法的它基本的系统基本的这个法律体系啊， case law 跟 common law 啊，跟那个我们这个 civil law 之间的主要的这个区别啊，这些法律的概念你都要有。那么在第二阶段的话呢，那更多的是站在中国企业或者中国公民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各国的法律啊，投资目的国的法律。那这个方面呢，也同样的就是一个你要基于对中国的这个理解，同时呢要基于投资目的国这个理解。那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理解法律，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我这个后面会讲。那么第三个阶段的话呢，那就是考验你中国律所的这个管理能力啊。一个人能够提供涉外法律服务，并不代表一家事务所能够成功的这个提供域外的这个法律服务。那在这三个阶段当中，对于这个律师律所而言的话呢，就是一个当然外语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是对法律的理解。那我个人这个在学习中国包括境外的法律过程当中呢，我的理解呢，就是需要你有跨界思考的能力啊。我对罗马法的理解，在学校的时候那基本是书本到书本，文字到文字，但是当我看了罗马的历史之后啊，让我对罗马法有了更深层次的这个理解。然后你亲自到这个意大利去看这些古迹，去看这些看这些这个上这个课程，你就会对它整个罗马法的发展历史啊会有更深的这个理解。那当然呢，对于我们律师而言，这一部分的这个能力啊，是如果你是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或者提供国际法律服务的话，这个是必须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法律界而言呢，现在也面临着几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在提供域外法律的过程当中，哎，如何来跨越两大法系之间的这个差异？因为之前呢，我们在业界呢有一个课题，为什么像日本啊、法国、德国这些大陆法系国家，当他们这个经济全球化，当他们的公司走向全球市场的时候，他们所在国的律所没有像英国、美国的律所那样啊，进行快速的全球化，以及呢相对
这个实现了比较这个成功的全球化战略，那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那这是从我们职业这个律师职业角度啊来看涉外法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讲一下仲裁。那仲裁呢，是作为跨境纠纷解决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在民商事这个纠纷解决领域啊，它是一种主要的方式呢。这个对于我们中国律师，一个并不陌生，第二个现在的这个挑战呢也越来越大。那么传统意义而言呢，仲裁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这个民商事的仲裁或者国际商事仲裁，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投资仲裁，还有呢一些比较专业的，比如说体育仲裁，这些都是跨境的。那么对于我们现在通常讲的仲裁，通常是指民商事的这个国际商事仲裁。那么如何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来发出中国法律界的声音，那一方面就是体现在案件的代理，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体现在有多少中国籍的中国籍的这个仲裁员。那我们现在讲国际法治呢，大概这个涉外法治大概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你在国际这个规则的制定当中能不能够发出中国的声音，那中国律师包括我们的职业律师、公职律师啊、公司律师啊，在这个国际的法律界在立法或者是说规则订立修订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提出我们的这个意见以及我们提出的意见能不能够被采纳。那第二部分的话呢，是在很多法律的或者国际规则这个实施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能力去一个保证制度法律规则的这个落实。第二个，如果是发生纠纷的话，能不能够保证我们中国企业以及公民在境外的这个合法权益。那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是这个更深远的，就是中国经验我们中国这个法律方面一些这个制度的优势，或者是说呢职业的经验能不能够为这个世界所采纳。那这个呢，在仲裁领域呢，你比如说相对于这个境外大多数的那个我们中国更加强调这个是机构，这个机构仲裁。那么在机构仲裁当中，比如说核稿机制是不是能够为中世界的仲裁界所认可所采纳这个是对于我们中国这个整个仲裁界也是一个挑战我就讲这么多。好，非常感谢于会长给我们介绍了整个中国的涉外法律服务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哈。我们前三个问题呢，其实主要是针对了中国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高会长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阐释。那么同时于会长也讲到了涉外法律服务发展的这三个阶段，黄老师呢也给我们梳理了涉外法治的内涵和外延。那么其实接下来呢，我觉得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重要的意义和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进一步的再追问一下黄进会长，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谢谢。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要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它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其实主要是两大时代背景，首先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新的历史方位的定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时代，是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就意味着我们要有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来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这就意味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来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法治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所以我们现在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可能只推进国内法治建设而不去关注涉外法治建设，这是我们国内的时代所决定的。那么另外一个时代背景呢，就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大家知道啊，现在全球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投资贸易萎缩，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中美两个大国激烈战略博弈，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新冠疫情尽管似乎过去了，但是它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刻。同时新一轮的产业革命、科技革命也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完善的这么一个历史变革期。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可以说非常严峻啊，有许多风险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不能仅仅去推进国内的法治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也就是说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实际上就是要统筹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那么在这个大局的要求下，我们就要既要啊加强国内法治，也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所以这么两个时代背景实际上也决定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出来加强涉外法治体系或能力建设它的意义所在啊。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去年11月27号的讲话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啊，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长远所需啊，这是一个意义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其次啊，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我们中国当前推进高水平现代化、高水平发展、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就我们现在加强法治建设，是因为国际形势、国际局势逼迫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在不得不通过法治的社会和方式来开展对外工作，来开展对外斗争，来加强国际交往，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这个总书记啊，把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工作的意义啊，用一个长远所需、用一个当务所急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1月27号这个讲话里面呢，也谈得非常明确。他所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人民利益，啊，这是他在这次讲话里面明确讲的，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也要维护人民利益，也就是说要维护我们中国的公民，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我们的海外侨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啊，同时另外一个根本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显示出啊，习近平总书记啊对涉外法治建设的赞美很高，啊，他说就是我们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为了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现在理解涉外法治，就一定不要用单边的思维，用狭隘的思维，啊，仅仅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去考虑，要站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站在促进国际关系法治化，促进国际法治间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理解我们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或涉外法治。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会站在比较一个狭隘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了，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呀，是一个涉及面广、联动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啊，我认为怎么去加强，首先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要从总体上啊进行宏观的布局啊。那么其次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五个方面来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涉外的立法，加强涉外立法，就是要尽快建立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涉外执法，就是要尽快加强涉外执法能力和体系建设。我们现在涉外执法是一个短板，涉外司法就是要尽快提高涉外司法的公信力，加强涉外守法就是要让所有参与涉外工作、涉外活动的主体提升法治素养。加强涉外法律服务，那当然内容就很丰富，包括律师工作、仲裁工作、调解工作、司法协助工作啊，司法救助、监理啊，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务，要建设一流的涉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要建立一流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那么他特别提到，就是涉外法律服务，其实是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务，就包括律师服务。还包括公证啊、调解、仲裁啊等等，当然他把仲裁单独提出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怎么来做？就是要加快推进在法治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这个国际交流合作啊，不仅是在立法领域、在执法领域、司法领域、守法领域，在法律服务领域都需要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要加强中国法治的国际传播，特别是要基于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基于平等互惠来开展执法、司法领域的合作和协助，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要做的工作很多，啊，
那么我们下面呢可以再深入的讨论啊，谢谢。非常感谢黄会长对这个整个的涉外法治体系的能力建设的相关的时代背景，还有它的根本目的以及重要的意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这个阐释。同时，对于我们习总书记提到的对于涉外法治建设的执法、司法和守法这几个领域当中的痛点、难点和堵点，以及如何有序推进的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这个阐释。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黄老师。当然黄老师其实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习总书记强调我们在整个的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当中需要有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务。那么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务当中，我们今天可能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仲裁，今天是我们的主题。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仲裁员，知名的仲裁员其实他本身都是律师出身，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其实就要去探讨，就是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务的这个演进过程当中，我们的涉外律所在涉外这个业务当中，同时去培养涉外律师，同时要培养涉外的仲裁员，对吧？那么整个的发展趋势和它的这个在我们涉外法治体系当中的定位是如何的？我想请我们的余会长给我们解答一下。好，谢谢。好的，那个我们讲到那个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以及呢如何利用国际规则来解决纠纷啊，这个是中国和平崛起啊必然要求，也是全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为什么呢？大家讲规则讲道理，那是前提是什么？大家还是希望和平的。一旦大家不讲道理不讲规则了，那到最后那就是丛林法则，可能就战争了。所以如何运用规则来维护世界的秩序，以及保护我们中国公民、企业以及政府在域外的这个效率，那这个呢，我想是涉外法律服务它的一个重心啊，一个重点。那这个呢，不仅仅从律师角度而言，不仅仅是社会职业律师，那也包括我们的公职律师、公司律师。那么同样呢，也是除了律师之外啊，其他的相关部门啊，其他这个相关系统需要考虑的。那么如何做到我参与规则的这个制定，那这个呢，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有理不在身高。很多规则的制定它不取决于你国家力量的这个强弱，而在于你后面有没有背后的逻辑啊，换句话说有没有道理。那我举我个人一个例子，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参加那个联合国贸法会第二工作组的会议，那么讨论什么内容呢？就是讨论国际仲裁规则的修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要了解我们中国的仲裁制度和境外仲裁制度的差异。当然这个境外啊，实际上是非常宽泛的，你严格来讲的话，我们粗分可以说是大陆法系啊，英美法系case law, civil law, 但细分的话呢，每个国家啊，每个地区它的纠纷解决制度啊可能不一样。那么如何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来博取众长，最后呢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几点体会。第一点，首先你要了解自己，同时也要了解世界，或者是说了解他人。举个例子，大家在仲裁当中就某一个程序，比如说事实的发现，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法系啊，它的程序或者它重点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大陆法系或者在我们中国，在事实的发现当中呢，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谁主张谁举证啊，你要提出这个主张，你就要提出相应的证据。当然它有一定的例外，这个例外一种是举证责任倒置啊，另外一种的话呢是类似于我们的那个诚实信用原则，那就是如果是一方能够确认对我比如说不利的证据为我所控制，那么如果我拒不提供证据而对方
这个能够证明这个证据是对我不利的，那原则上呢就要做对我不利的解释，对吧？这个我们最高院的那个证据规则啊也有这样的规定。啊，这个你就要去结合什么呢？就要去结合英美法下，哎，它 discovery， 然后呢 cross examination， 他们这个制度是怎么来的？他们是怎样发现事实的？为什么要有交叉盘问？你理解这些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哎，提出我们的一些观点，提出我们一些修改，那就更容易啊为这个其他国家所接受。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更好、更加的融合方法，那就自然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啊，这是我从我个人这个经历啊，你如果是如何参与这个涉外法治建设吧，如何参与国际这个规则的制定，这个是要做到知己知彼，那既要了解我们，也要了解世界。那么对于刚才讲到这个律所或者是说律师走出去，那么刚才讲到，哎，我们要去研究为什么像日本、德国、法国，哎，他们的公司，他们的跨国公司走出去了，但是相对英美法而言，啊，英美的律所而言，这些大陆法系的律所在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啊，相对是比较滞后的，或者和他们本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他们本身本国公司全球化的这个发展有所差异啊，这个里面你就要去找原因了，啊，将来我们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那就是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以及呢，当一种普遍为世界所接受的规则，贸易规则也好啊，这个投资规则也好，纠纷解决的机制也好，加入新的元素的时候，我们怎样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的一部分因素能够加进去。同样在仲裁界，我举个例子，那个国内的话呢是比较强调这个机构仲裁，就是要强调机构在仲裁当中的这个作用，而境外的话呢更多会淡化机构的作用，而会突出仲裁庭它的独立审判的这个啊独立仲裁的这个功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也在融合， ICC 现在就国际商会啊，这个纠纷解决机构，它也在借鉴中国机构这个仲裁的一些优点，比如说机构合约，那形式呢可能是在不同的，它对于不同的这个国家法院，它会有法律顾问啊，由这些法律顾问来提醒仲裁庭啊，如果这个是适用中国法，如果这个是适用这个美国法的啊，你在裁决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所以呢，就在这个国际融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律师啊，或者中国的这个法律工作者吧，啊，法律的从业人员是有这个机会的。当然，这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这个有准备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要这个既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这个了解世界。那么对于律所而言呢，我想也同样的，就是中国成功的经验啊，在域外并不一定能够成为经验，那同样中国的教训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中国律师律所国际化的这个经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多就体现在一个律所管理方面，作为一个这个法律这个服务职业的这个律师啊，职业的这个机构或者说平台，我们如何做到中国律师的这个啊，中国律师和律所的国际化，管理能力的国际化，以及呢你涉外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的国际化。刚才讲到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它两者之间差异是什么呢？这第二阶段，中国律师可以去主导一些跨国的交易啊，主导一些跨国纠纷的解决。那这时候呢，你是联合了不同法域的这个律师啊或者律所，大家来共同为了一个目的啊，共同为了一个目标成立一个工作组。那第三阶段呢，更多的是考虑你能不能够在当地提供 localized 的这个 legal service。那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不知不觉当中，实际上都已经成了总部位于中国的跨国公司。
那么对于这些公司的管理者而言啊，你有没有国际化的思维？同样对他们负责法律的部门而言，哎，你有没有全球化的这个思维以及管理的方式？那么对于中国的律师而言，那同样的啊，我如何能够在不同的法域提供本地化的这个服务，这是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律所而言，这个是面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当然呢，从解决的这个思路来看呢，有不同的方式。那大致呢，我自己把它归类呢，大概有这么几类方式。那第一类方式呢，就是开直营店，我自己去设分所、分支机构。那第二种的话呢，类似于像加盟、联盟啊，我们国内呢也有2家事务所啊，现在只剩一家了。啊，跟境外这个律所呢，通过瑞士联营这 Verein 这个方式呢，共用品牌，然后呢提供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的法律服务。那当然呢，在世界上呢还有像 IBA、IPBA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律师组织。那包括呢，还有一些像 First Law 啊、这个 Meritus 啊这些国际的律所联盟。那这些呢，都是中国律师跟律所国际化他可以借助的平台。当然呢，最后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啊，能不能够有效来保护中国企业公民以及国家在域外的这个合法权益。好，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于会长对于我们整个律所在于涉外法律服务这个演进当中的定位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阐释。当然刚才我们于会长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律所在不断的这个国际化的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仲裁也不断的走向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正好呢就是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一轮的新的世行的 Be Ready 的这个评估当中，我们整个仲裁的这个质量是我们多元化纠纷解决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比重。所以一个国家你的仲裁质量其实是决定了你除了诉讼之外其他的可替代化或者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当中这个能力水平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点。所以呢，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鉴于我们今天也是机会难得啊，请到了我们高会长。大家知道我们高会长不仅代理了一些这个影响力非常大的这个享誉中外的案件，同时他也是贸众的首席仲裁员，然后呢也做了很多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仲裁的这样的一些案件。那么我想请问高会长呢，就是我们如何去提高一个国家的仲裁质量的建设，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谢谢。哦，谢谢。我觉得仲裁质量确实是特别重要，它是多种价值、多种能力、多种操守的体现。这个仲裁质量决定了一个仲裁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我想影响仲裁质量的重要的因素有许多方面啊，其中最主要的第一就是仲裁规则。仲裁规则它首先要尊重规律，第二要有法的精神，这样的规则机制的正常运行有助于实现仲裁质量的保障。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仲裁员，仲裁证的仲裁员的良知和公正，还有仲裁证的仲裁员他的能力和经验，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当然还有及时有效的到位的监督，这些都有助于仲裁质量。国际国内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如何保障仲裁质量有些共同点也有些差异。在国际仲裁当中，不同的仲裁机构有不同的做法和措施以及规则来保障它的仲裁质量。比如新加坡呢，它有一个做法，就是通过给予境外的仲裁员以税收减免的方式来吸引境外的德才兼备的仲裁员参与新加坡
仲裁国际仲裁中心的案件的审理。因为他的仲裁员名册是开放的，双方任何一方可以选择名册以内的仲裁员，也可以选名册以外的仲裁员。这一点他的制度和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国家的这个仲裁申请人只能选择仲裁名册以内的仲裁员。英国他最早的时候，他的仲裁员是由有声望的长者等等这些社会上的精英作为仲裁员来组成的仲裁群体。这些精英基于他们的地位、荣誉、身份、声望，而根据他内心的良知、道德、伦理、操守、守则去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裁处每一个案件，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公正、保障质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会有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有不当的仲裁行为。比如说当规则被违反或者被破坏，或者当这个道德和伦理不足以约束仲裁员的时候，那就需要设立一些补救的措施，制定相关的法律，使得仲裁行为不当的仲裁员承担相应的责任，以这种方式加以惩戒，通过警示作用来提醒所有的仲裁员必须秉公、必须公正，故意行为、恶意行为会受到处分，这也是保障质量的一种方式。另外呢，他们也普遍的借鉴国际惯例，包括公开仲裁员的几乎全部的信息，以便保障当事人尽可能的在掌握全面信息的基础上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仲裁员。对于仲裁员的监督和惩戒，国际仲裁包括国内仲裁也有不同的观点。从国际仲裁的层面看，通常认为这个监督的度、惩戒的度要适度，当然它需要智慧。比如说这个英国啊，它在1996年它颁布的仲裁法的第29条规定说，仲裁员啊在履行职权或者试图履行职权的过程中，他的不作为或者作为的行为不承担责任，这是大前提。但是同时又规定了例外，就是仲裁员你不作为或者基于恶意或者你不诚信而实施的仲裁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这种有限度的豁免，它对于仲裁质量的保证，从国际仲裁的理念看，是他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种度的拿捏，监管的度、惩戒的度如何拿捏，它是挑战，它也是智慧。这是国际仲裁的质量。现在我想简单的谈一谈国内仲裁的质量。那首先就是质量把关。东方情况下，我们所有的仲裁机构都非常关注仲裁质量。我们都知道仲裁质量是仲裁机构的生命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支撑。我们要打造国际一流的国际仲裁中心，我们要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我们需要保障仲裁质量。我们国内的好多仲裁机构都有自己内部的一些制度、一些措施来保障仲裁质量，来追求仲裁质量。其中呢，这个三有一评是普遍的做法。三有一评就是仲裁要有依据，仲裁要有逻辑，裁决要有分寸，结果要公正。这个仲裁要有依据指的是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仲裁要有逻辑，就是说你的论法说理
要言通俱顺，要符合逻辑，要能够以理服人，要有分寸。这利益裁判的取舍和裁断要有分寸，要体现利益公平。这一点可能也是仲裁和诉讼的差别之一。同时呢，我个人的建议啊，借鉴诉讼的经验，在仲裁机构，在目前情况下，进一步提高仲裁质量，是否可以设立专业委员会，同时设立专家委员会。设立专业委员会呢，它可以起到专业咨询作用。比如说，对于仲裁厅内部有争议，或者重大复杂有影响的那些案件，通过专业委员会予以分析诊断，给出专业建议，对于仲裁厅尽可能的客观的认定事实，准确的适用法律，精准的裁判案件，可能会有帮助。另外呢，设立专家委员会，有些仲裁机构是有专家委员会的，但我觉得目前这个专家委员会更多的还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且这个专家委员会的专家们在参会之前准备也不够充分，我觉得认真度也还不够。另外呢，前来参加专家会的专家对于正在争议的那个案件所在的领域可能还也不十分的熟悉啊。那么这个专家会呢，一方面可能没有起到专家会应当起到的诊疗把脉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觉得专家委员会是否可以起到有些国际仲裁机构他正在起到的或者正在发挥的那个实质性建议的权利和职责，这样督导仲裁厅，也包括保障仲裁厅裁决的案件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接下来就是仲裁规则，一个仲裁规则它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法的精神，是否是国际公认的一些准则，很重要。当然也包括它要符合仲裁规律，它也要符合法的精神，它要有助于努力的追求公信力。接下来呢，对于仲裁质量攸关重要的就是首席仲裁员如何确定。这个首席仲裁员我们知道，它是双方一个仲裁厅三个仲裁员组成，是吧？双方各选一个仲裁员，那么首席仲裁员主持庭审，一般的情况下要写裁决，他的意见极为重要。仲裁厅嘛，一般的情况下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这个首席仲裁员就特别重要。所以完善首席仲裁员选定的规则就特别重要。通常情况下，比如说双方当事人各自选定自己推选的这个编裁，有两个编裁去共同，两个编裁去选定一个首席仲裁员，这个做法通常我们认为是比较科学的。那有些时候两个编裁不能共同选定，或者给两方当事人发去了仲裁员的名册，请双方各选五个首席仲裁员，如果有重复的 OK， 那个重复的就是首席。如果双方各自选的五个仲裁员没有重复的，两个编裁也不能共同选定，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在这个基础上，这是通行的做法啊，在这个基础上是否更加科学，我知道有些仲裁机构这个秘书长啊、副秘书长啊、处长啊各选一个，然后通过摇号的方式来确定这个首席仲裁员，它也是一个做法。总之首席仲裁员的选定的规则是否科学，我觉得非常重要。但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首席仲裁员他对于即将裁处的案件的熟悉程度、了解程度、经验积累，也同样重要，也同样值得关注吧。接下来呢，跟仲裁质量有关的就是程序管理。每个仲裁机构都有自己的程序管理的方式。这里啊，我就想提几个建议。首先呢，
就是首席和编裁之间是否建立互相评价机制，大家都是专业人士，各自拿的意见是否出于良知，是否出于公正，大概是看得清的。第二呢，就是秘书啊，与仲裁厅的成员之间的互相评价机制。通常呢，这个秘书跟踪案件，他对仲裁厅的仲裁成员是否认真履职、专业能力、裁决书的书写能力是有所了解的。有这个机制，对仲裁厅的成员也是一个提示和警示。还有呢，我觉得仲裁机构对于仲裁的裁决和合议的记录进行评价，这种机制也有助于提示仲裁厅的成员认真履职。还有当事人对仲裁厅对仲裁厅的这个评价机制，我觉得同样重要。在对抗式的仲裁精神当中，通常通过这种对抗来实现监督，所以当事人对仲裁厅的这种评价日久天长，它会起到一个提示作用，从而促进或者保障仲裁质量。当然完善仲裁厅的仲裁机构内部的这种机制啊同样重要了。另外呢，仲裁厅是由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员成为仲裁员那一刻，他的职业操守、他的专业能力、他的经验厚度，也直接决定了日后他参与仲裁的时候那些案件的质量。所以坚持高水平、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来选聘仲裁员就选得特别重要。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可能就是作为仲裁员，或者就作为后聘后选仲裁员，他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比如说专业厚度足够高，要专业水准足够高，专业丰富、专业经验足够丰富，他的理论足够深，他的职业操守可靠，他能够秉持良知，他始终能够勤勉敬业，能够客观公正的裁处案件。另外呢，作为商事裁判，要信守保密的原则，还有他对于国法天理人情的敬畏也应当受到关注。还有呢，我觉得这个首席仲裁员啊，他对于争议所属的那个领域相关的法律相关的裁判也应当有相当的熟悉。对于那个案件，这里我特指涉外啊，对于那个涉外案件所在的东道国未来执行法院他的所在的法系、所在的文化背景同样也值得关注。他应当是那个领域的专家，应当是有影响力的有声望的那个专家。我这里再次强调文化啊，就是好多时候那个文化它的无形的影响着一些裁判。我举个例子，我去年吧，我跟康玉啊去马来西亚去开会，飞机快落地的时候，还没落地的时候，仲裁员啊，这个乘务员广播，我们通知所有的乘客，把你身上所带的牛肉或者猪肉或者猪肉制品，必须放在一个指定的这个袋子里面，不允许带出飞机。如果你带着猪肉或者猪肉制品在机场被查获，你将受到很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是6年以下的监禁。那对我们来说这很新鲜，可是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这是常识，这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对于文化的了解，无论是一线实战还是选聘还是选仲裁员，我觉得都值得关注。另外呢，就是退出机制，就是建立退出机制的意思目的在于提示所有的仲裁员，你要认真履职，你要客观公正，你要恪守良知，否则一个仲裁机构查处你违规，如果全国联动那么其他所有的仲裁机构都不能聘用你做仲裁员，那这种情况下对仲裁员的警示作用可能就很大。
对于仲裁质量的保证啊，可能就很重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非常浅的建议啊。最后啊，一个改革，关于机构改革的一个建议，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基于专业资源，基于需求，基于仲裁案源等等许多原因，我觉得目前，仲裁机构的设立，要科学合理的布局，不能均等化的设立。换句话说，不能是一个地级单位就要设立仲裁机构，要根据需求，力所能及，要根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设立仲裁机构，来避免以避免啊为了设立而设立，不必增加的一些成本。这样说是因为几个数据啊，目前全国的仲裁机构受理的仲裁的案件总量不到同期法院诉讼案件的3%。2.6%左右，或者说全国的仲裁案件占全国的诉讼案件的2.6%，不到3%，也就是仲裁案源、仲裁量和非常之少。而我们的仲裁机构目前已经达到270多，有一个数据叫279，我不知道准确吧，那肯定270多。这270多个仲裁机构又有一个数据说明，有些仲裁机构它的人力资源是闲置的，就是目前20%的仲裁机构，或者那些有影响力的仲裁机构不到20%，他们承担着全国仲裁案件的80%。意思也就意味着80%的仲裁机构他们只承担着仲裁量的20%。这就说明呢，我们的仲裁机构的设计啊、设定啊，要尽可能的科学和合理，这是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明确仲裁机构是一种非盈利的，是公益性的非盈利的法人，同时允许仲裁决策机构来引进境外的专业水准、道德水准、价值取向可靠的那些专家，来参与我们的仲裁事业，来增强我们仲裁的公信力，也增加它的这个开放性，也扩大它的影响力。我们也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来宣传我们国家的法治，来宣传比如说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法治思想、我们的仲裁理念等等。这样说呢，就是23年的10月1号，我们到奥地利议会去访问，有个议员，他是一个大学的法学院的院长，我们跟他讨论中国的民事执行涉及到房产能不能被执行的问题。他说在中国执行是不涉及房子的，执行案件是不涉及房子，或者说房子是不能用来执行的。他的信息、他的概念或者他的印象，或者他得来的一些传闻，说是中国人是没有房子的，中国人住的房子都是政府的、都是党的，所以房子是不能执行的。就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成就，10年的伟大成就是这个状态，但是那样一个法学院的院长，他还有这样错误的认识，说明我们的对外宣传还不够。而仲裁机构作为一个如果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要成为国际仲裁中心的，或者成为国际争议解决优先地的那样的仲裁机构，在这个平台引进吸收那些德才兼备的、价值取向可靠的那些仲裁专家来参与仲裁事业，我想是有助于国际化的、法治化的、市场化的营商环境的。没了。非常感谢高会长，我就听得特别入神。高会长的这个关于仲裁质量的这个深入的这个
阐释啊，也把我们今天整个仲裁与涉外法治的这个议题引入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时间。我个人觉得，会长从这个仲裁员的选聘、仲裁庭的组建、程序的管理、质量的把关、退出机制，以及对于机构改革的一些建议，既结合了国际上的这些先进的经验，也结合了仲裁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对我们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这个评估当中，仲裁质量的考核维度以及指标的设计，给予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指引。所以我们在这个，因为我本身现在也在进行营商环境的这个评估指标的这个研究和相关的适用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五个维度是我们评价中国仲裁质量以及就国际化营商环境当中评价一国仲裁质量的这几个非常重要的维度。那再次感谢高会长。那么高会长提到这个问题呢，仲裁质量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正式进入到仲裁与涉外法治的深入探讨的一个开端。那么我们说我们的仲裁，通常我们会从国际类似于说从商事仲裁和投资仲裁这两个角度去考量。那么国际商事仲裁现在是我们在仲裁问题当中的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那么我们结合刚才黄进会长提到的关于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这个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这个议题，我想进一步的向这个黄进会长请教的就是，我们的国际商事仲裁在我们国家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应当如何有序的推进，谢谢。好，谢谢主持人。涉外法治是一个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外仲裁呢是涉外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涉外仲裁啊，是涉外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外，其实涉外仲裁它和涉外的立法、涉外执法、涉外司法、涉外守法都有关系。从立法上来讲，我们涉外仲裁、国际商事仲裁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仲裁制度，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仲裁立法。那么我们中国现在正在修订仲裁法，仲裁法是1994年颁布的，1995年实施的，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啊。那么在这么一个修订啊仲裁法的这个啊这个它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涉外法治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因为涉外仲裁法它除了一般的仲裁规则以外，还有啊涉外仲裁这个部分啊。所以我想呢，就是我是个人认为啊，就是在世界法学法律界，仲裁是我们法学法律界共识度最高的领域。其实大家对仲裁的认识在全世界差别不是太大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修订仲裁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1月27号讲话里面提到的，要对标啊世界先进的啊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那么在仲裁领域啊，高标准的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就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这是集世界仲裁人的智慧起草的一个示范法。很多国家都直接把示范法转化为国内法来加以适用。所以我们在修订仲裁法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对标世界最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国际商事仲裁规则。那么这个
最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就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啊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所以我们这次修法成不成功啊，除了我们要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出发以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我们在对标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是不是做到位了，是不是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做到位了。你看涉外立法有关系，涉外执法跟我们涉外仲裁也有关系。我们仲裁法现在明确规定就是仲裁独立进行啊，不受啊社会组织行政机关和个人的干涉。那么这个仲裁在运行过程中它必然有一个行政执法的问题，必然会碰到行政执法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行政机关在指导仲裁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你怎么去依法执法，这也是仲裁有序发展的支持仲裁啊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涉外司法那就跟仲裁更有关系了，因为仲裁它要很好的发展需要司法的支持啊，同时它也要司法的监督。那么司法的啊有力的支持和到位的监督是仲裁发展必不可少的方面。所以我们在涉外的啊仲裁过程中啊，那么我们做出来仲裁裁决，我们要到中国的法院去执行啊，那么这就需要司法对仲裁呢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啊，这就很重要。当然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司法机关啊制定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我认为对我们国际商事仲裁是支持的，是非常到位的啊，是符合啊这个国际啊实践的。还有涉外守法的问题啊，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仲裁有关啊。我们仲裁员，我们的涉外仲裁的这个仲裁员啊，那么我们在仲裁的过程中啊，怎么啊严格的按照仲裁法、仲裁规则啊、仲裁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啊做好涉外仲裁？那么也有一个这个守法的问题。啊，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啊，这个涉外仲裁它是涉外法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现在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那么营商环境就是好不好，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这个地方的争议解决机制啊，是不是能够很好的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提出来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自贸港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怎么去打造？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从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啊。我认为你要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首先你必须要有先进的仲裁制度，其次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有啊，良好的法治环境啊。就是
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啊，成效明显，社会公众、商界对仲裁有正确的认识。第三，就是你这个地方要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你一定要有一流的仲裁机构啊，仲裁品牌机构啊，要有一流的仲裁员、一流的仲裁管理服务啊。如果刚才高会长提到你仲裁质量的提升啊，其实很重要是取决于高素质的仲裁员。你没有一支高素质的仲裁员队伍，你怎么提升啊仲裁质量？啊，第四就是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这个地方啊，在客观上、在实际效果上，就是成为国际商事仲裁的优选地或目的地，就是当事人把大量的国际商事仲裁的案件拿到你这个地方的仲裁机构来仲裁。如果你都没有啊很多国际的涉外的仲裁案件，你怎么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呢？啊，当然最后第五点，我觉得你要这个地方或这个国家真正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我觉得你一定要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你的第一要务。因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它是争议解决机制，它是建立在商事纠纷、商事活动啊高度发达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你这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都很平平的啊，没有，因为这个国际商事仲裁它是要以啊这个经济啊，就像我们现在有的地方要打造啊中央法务区，它那个地方首先你得要有一个中央商务区，你中央商务区都没有形成，怎么可能建一个中央法务区呢？所以首先它你要建立国际商事仲裁中心，首先这个地方是一个国际商业中心。所以我想我们要真正要建设啊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所以我们啊二十大报告提出来，你看在工作任务布置上，我觉得二十大报告写得非常好啊，这个第一就是把发展的写在第一部分啊，特别强调啊，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和保障，所以发展是我们国家执政兴国的啊第一要务。所以我想，就是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建设，啊，一定要以啊这个你这个国家、你这个地方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物质保障为基础。我就讲这么些。好的，非常感谢。好的，非常感谢黄金会长在这个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和如何加强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这些问题当中进行的一些深入的阐释。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线上的这个流量已经很高了，而且好多朋友都提了好多的问题。一会儿我们会在整个的提问环节把大家的问题反馈给各位专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其实还需要去讨论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黄会长提到了一个国际商事仲裁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际仲裁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传统的这个仲裁业务发展的这个相互融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些仲裁机构、仲裁员的选聘以及一些代理人和行业协会、国际组织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们的学生也特别关心，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能够涉及到这些比较复杂的因素的一些融合。所以我想今天正好于会长在这里，我们想请教一下于会长，就是关于我们国家的国际仲裁和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仲裁业是如何融合发展的。嗯，好，
好，谢谢主持人。那个，我们就来一节漫谈仲裁。那个，刚才讲到呢，就是仲裁啊，它是解决跨境纠纷的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个手段。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仲裁啊，它和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司法协助啊，或者说诉讼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异。中国法院做的这个判决书，除了少数国家之外，在其他国家它是不能直接执行的。那么商事领域的话呢，就是国际仲裁它相比诉讼优势就体现出来，因为有什么？因为有纽约公约。当然这个纽约公约呢，它是适用于商事仲裁。那么除了商事仲裁之外呢，还有一种叫投资争端解决，叫投资仲裁。那投资仲裁的话呢，它适用另外一个公约，叫华盛顿公约。那么在华盛顿公约下面呢，也成立了一个组织，叫 ICSID， 就是英文叫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vestment Disputes， for sett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那这个呢，它是解决你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啊，是投资的东道国和境外投资者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啊，那么可以启动这个机制。当然它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投资东道国啊，它所签署的双边单边或者其他的国际公约。那么最近啊，在华盛顿公约以及纽约公约基础上呢，又多了一种跨境纠纷解决机制啊，那就是通过调解，就是新加坡公约啊，如何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同时给予调解的成果赋予司法的这个执行力。那这个呢，大致啊是构成了我们跨境纠纷解决的三种不同的解决机制。那么当然这个是指什么呢？我们一般说的商事纠纷。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 WTO 下面它有争端解决机制，那个是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么当然海牙公约下面还有，我们现在讲的跨境商事纠纷解决，那主要就是这三种机制。那么其中使用最多的当然是纽约公约啊，也就是说呢，商事仲裁你仔细再分的话呢，它实际上还有一些相对比较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海上海事仲裁，大的范围它也是归在我们商事这个纠纷解决里面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这个绝对案件的数量不多，但是呢有一定影响力的那就是 CAS CAS 就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它解决的呢主要是体育类的纠纷前几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孙杨案件它是由 CAS 受理的这个呢叫体育纠纷。当然还有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那个跨境纠纷解决这个体系，那时间关系我在这儿呢就不多说。那第二个呢，讲到国内仲裁，那国内仲裁呢为什么有270多家仲裁机构？那是因为1994年我们国家颁布了仲裁法，1995年开始实施，规定呢社区的市可以设立仲裁委员会，那么由人民政府来设立，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是贸促会下面是可以设立仲裁机构，而且这个仲裁机构通常是涉外仲裁机构，所以我们在国内你就能够看到每个社区的市都有一家仲裁委员会。那同时呢，原来贸促会体系下面又分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 CTAC， 就是贸仲，以及呢中国海仲，那若干年前他们是一家，以及呢上国仲，深圳国际仲裁院。那这个呢是贸促会体系下面，那么通常我们把它归类为叫涉外仲裁机构。但现在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全球化因素的提高，那么像很多原来是根据1995年生效的仲裁法设立的仲裁机构，他们也做了大量的这个涉外仲裁。那么同样的呢，我们把它归类一下，这个仲裁的话呢，我个人把它归成三类，在国内的仲裁机构一个就是纯粹的国内仲裁，国内当事人，
啊，没有涉外连接因素的，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叫涉外仲裁，啊，这个是你的当事人可能是国内的，啊，或者一方是国内的，他们发生争议有涉外的连接点，那这是涉外仲裁。那目前呢，我们很多国内的大部分的仲裁机构做的涉外啊，这个涉外案件都是属于涉外仲裁。那还有一类是国际仲裁。国际仲裁啥概念？中国的仲裁机构，它在处理双方当事人可能都不是中国的机构或者个人，它可能是用中国法，也可能是用境外法。那这个呢是真正的国际仲裁。那如果我们看统计数据的话，那么 ICC 就国际商会啊，它受理的案件当中很多有这一部分。那么当然呢，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因为中国现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跟其他国家之间发生一些纠纷，从仲裁中立原则，有时候当事人倾向于我不选你中国仲裁机构，因为你中方是一方当事人，这样呢就产生了前期呢大家选中国香港比较多，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那么后期的话呢，现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啊，选择的又比较多。刚才高会长提到，这是英国的国王玛丽学院啊，他每两年会做一次关于国际仲裁界的一个调研，里面就有一项叫最受欢迎仲裁地。那么最近一期的话呢，中国应该是三个城市上榜，香港、北京、上海，那其中上海是首次上榜。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95年的仲裁法呢？它在之前啊，实际上是发生过一段我们仲裁界啊，发生一个每个行业都有仲裁啊，然后呢各个行业都成立了相应的仲裁机构，最终造成这个五花八门的仲裁。那么从这个国际仲裁这个角度，我们是强调它的中立性，强调它的民间性，这个跟诉讼相区别。但是国内的话呢，你还必不可免必须要提到这个准司法性，因为仲裁裁决是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的。那在这个里面啊，当时是为了要解决很多存在不太规范的行业纠纷，最终形成了由人民政社区的市人民政府来统一设定目前大家看到的270多家这个仲裁机构。当然最新的是去年中国又设立了一家叫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啊，英文叫 CCAS。 那这种呢是属于我们一般的民商事这个仲裁之外，哎，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仲裁机构。我们刚才呢讲到仲裁规则是不是国际的就是先进的，不一定，国内的就是落后的，更不一定。那么刚才讲到像我们机构仲裁当中的那个机构核稿制度啊，为很多境外仲裁机构所采纳。那么它的体现形式当然不是直接机构来核稿，而是通过设立各个法域的法律顾问啊。这个呢像 ICC 像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都采用这种方式。那么国内的话呢，现在也是一个体现的这个几个趋势。第一个呢，就是国内规则跟这个国际规则啊，正在这个融合，这个也是得益于我们仲裁的特点，因为它不同于诉讼。从诉讼这个角度，法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进行裁判，而且他这个很多这个裁判呢，他是要有社会指导性，人家看了你这个判决，就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这个也是为什么彭宇案影响这么大。那么仲裁不一定，仲裁我们是强调公平合理，当然也有高效，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法律踢到一边，我不以事实为依据啊，我不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在这个尺度方面啊，仲裁啊，它更加强调合理啊，更加强调高效啊，不是说仲裁啊这个公平不要，我反复强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仲裁机构啊，在某些
这个仲裁规则以及实践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网上仲裁，那一个得益于我们本身国家啊，我们这个互联网啊，或者说网络设施的这个普及啊，以及呢我们网络设施的这个先进性。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大陆法系它在事实查明方面比较强调书证、物证，相对而言，证人证言它的证明力跟前两者相比啊，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呢，我们英美法系，或者是说呢，我们一般讲的诉讼当中的当事人主义，它会强调尽可能的去还原事实，所以它有证据开示制度，所以它有交叉盘问制度啊，有 discovery 这个，然后呢，也有我们的 cross examination。他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尽可能的还原这个事实，让法律事实跟客观事实尽可能的这个减少差异，以保证他裁决的公正性、公平性。而正因为有了这样，所以呢，在证据开示，尤其是在 cross examination 的时候，就交叉盘问的时候，网络这个网上开庭，它的这个效果就会打折扣。啊，那么类似于像这样这个，当然呢，刚才讲到，比如说仲裁员的这个聘任，啊，我们国内呢是强调仲裁机构，所以大家看仲裁法以及呢民事诉讼法，对于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一般是三个原则：有明确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以及仲裁的地点。啊，现在的这个实践呢，相对而言。啊，对于国内还是强调仲裁机构，但是对国际仲裁而言，这个仲裁机构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像仲裁规则、仲裁地啊，这个 seat 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重要。那么最近呢，这个上海呢也在尝试做一些仲裁法律服务啊，仲裁市场的这个对外开放啊，这个里面谈论比较多的就是境外仲裁机构在我们比如说上海自贸区所做的裁决，它到底是内国裁决还是境外裁决啊，这些呢都是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司法体系，就是从仲裁这个角度而言，就是仲裁的司法审查以及呢仲裁的这个司法支持。那么关于这个仲裁机构呢，刚才我们高会长啊提了两点建议啊，这两点建议在上海都已经实现了。那么第一个呢是关于仲裁机构的这个改革。那么仲裁它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这个商事纠纷的这个解决方式呢，它实际上跟这个诉讼啊是紧密相关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仲裁它这个量啊，总体而言是在法院受案数量，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对比整个法院的受案数量啊，这个数字呢大概1%左右。啊，如果是我们把刑事啊、行政这个剔除，民商类的这个诉讼以及呢民商类的这个仲裁，这个数字呢大概在2%-3%之间。那为什么这样？这个也是有历史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司法资源，一个便利，第二个低成本。那对于我们的司法机构而言，就是法院而言啊，我们秉承叫司法为民。所以呢，你50块钱，啊，甚至这个更低的成本，你就可以提起一个诉讼。那但是呢，相较啊，我们如果很多律师啊做跨国纠纷解决的话啊，不管是在香港、新加坡、英国、美国，啊，甚至是马来西亚，它的司法资源就不是那么便利可得，成本也不是那么低的，所以呢，它的仲裁发展空间啊相对比较大。那么国内这个呢，对于我们很多当事人而言，一方面是意识方面，觉得诉讼法官是官啊，我要一个说法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官方的说法。仲裁员不是官员的员啊，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民间性。那这个是这个我们很多这个认知上的一些误解。那客观上就是刚才讲到，我们的司法资源便利可得，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啊，
这个仲裁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在这个方面呢就不是那么大，但不大并不代表它作用不强。就刚才讲到在涉外法治以及呢跨境争议这个解决当中，这个仲裁它的作用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这个呢可以从很多我们涉外的一些这个经贸类的合同，那包括一些投资方面的，不管绿地投资啊还是那个并购啊，都会选择仲裁作为一个跨境的纠纷解决方式。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你来看我们这个很多纠纷解决它大致可以分多少类呢，这个跟中国经济它的这个外向型以及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呢中国跟其他的经济体之间啊相互这个经贸关系的这个构成啊是紧密相关的。我大致把它分几类，一类是跟投资相关的啊，跨境投资跨境并购，第二类跟融资相关的啊，银团贷款项目贷款，那么还有一类呢可能跟工程建设相关的啊，还有知识产权。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不一一列举了，实际上还有很多。那么现在的话呢随着新经济的这个发展啊，还有涉及到数字经济啊，这些都可能成为将来这个商事纠纷解决啊一些这个主战场。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涉外法治的这个这个所涵盖的范围啊要远远大于我们现在的仲裁以及民商事。那这个呢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涉外的比如说刑事协助啊，比如说呢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境外追赃的问题，那这是一类。第二个呢总体比如说贸易合规的问题啊，这是另外一类。那这些它的处理方式就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或者国际商事这个仲裁机构能够解决的。那么回过头来这个主持人这个问的问题是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这个趋势。那这个趋势我觉得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各国它这个法系或者是它的法律这个渊源是有差异的，体现的那个这个很多形式啊也有差异。那随着这个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随着我这个做这个跨境的这些这个交易以及呢这个纠纷解决做越多，我发觉不管你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不管是你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律，从它法律最最根本的那个根可能是相通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海上的冰山啊，每个法域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体现出来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可能是有差异，但是在冥冥之下说不定冥冥当中它有很多共同之处啊。你比如说这个英美法下的净反严啊，跟我们这个大陆法系下面诚实信用原则啊，它实际上是共通的。那么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啊这一类这个法律原则性，那我觉得啊就留待我们的专家学者，留待我们的这个像律师啊包括我们在校的学生啊共同去研究的啊。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于会长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讲解啊。其实这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于这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包括后疫情时代对于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重组问题，里边会涉及到我们国家的仲裁业，就是相当于中国国内的仲裁和国际仲裁的一个深度的融合期。那我想我们国家的仲裁业可能也会进入到一个这个发展和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深水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仲裁的监督就应当体现得非常重要了。所以仲裁我们应当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请高会长来回答，可能更为权威一些。这个对仲裁的监督啊，它是基于仲裁的类型不同或者种类不同而有不同的监督方式。刚才呢黄老师于老师他们两位就国际仲裁当中的重点就是国际商事仲裁阐述的已经非常的清晰和全面。
这个国际仲裁啊，它分两类，一类是国际商事仲裁，一类是国际投资仲裁。国际投资仲裁呢，刚才于老师也谈到了，是概念，就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因为与投资有关的争议而产生的仲裁，也叫投资者东道国仲裁，一般指的是税收啊、环保啊、劳动保护啊等等这类，涉及政府政策、政府行为而产生的争议导致的仲裁。这个国际投资仲裁和国际商事仲裁，它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争议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个投资仲裁争议的是基于政府的行为、政府的政策，与投资有关的其他的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这个争议。投资的那个争议的主体是不同的，其中一方是东道国政府。另外呢，它的准据法是不同的，这个准据法不是双方选定的，因为双方不是平等主体，是东道国和投资来源地国家两个国家共同参加的协定决定的。另外呢，仲裁协议的来源也是不同的，这个仲裁协议的来源是东道国和投资来源国政府之间共同参加的那个协定来确定的。还有呢，他们这个透明度是不同的，准据法是不同的。这个外商投资或者是国际投资仲裁，它通常是公开的，因为它涉及公共政策，而国际商事仲裁通常是保密的。另外准据法也是根据两国政府啊，就是东道国政府和投资来源国政府之间共同参加的协定来确定的，所以有很多的不同。那接下来另一个不同，就是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也有很多的不同。那首先呢，就是审理方式不同。国际仲裁它受英美法的影响比较多，所以它是对抗式的，基本上是对抗式的审理方式。而国内仲裁呢，基本上是纠纷式的，和国内的民商诉讼差不多。另外呢，就是仲裁协议是不同的。国内仲裁的仲裁协议基本都是书面的，而国际仲裁它的仲裁协议可以是书面，可以是口头约定的。另外呢，国际仲裁可能涉及到这个法律适用的问题，国内仲裁不涉及，是吧？当然就是国内法。另外呢，仲裁程序推进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国际仲裁它主要是靠双方的律师积极配合，主动推进程序，而国内仲裁呢，它的程序推进主要依靠仲裁机构和仲裁厅来推进。另外呢，国际仲裁它通常有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很重要，它是区别国内仲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证据开示环节。那个所谓证据开示呢，就是一方向对方提出要求，要求对方提供存放在对方的与本案关键事实相关联的那些关键证据，这叫证据开示。国内没有这个制度，我们国内的诉讼制度、仲裁制度还是主张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是一个差别。还有呢，国际仲裁它的送达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它的送达方式是那个双方会议或者合议确定的方式来送达，而国内的仲裁几乎都是实体邮件的方式来送达。那接下来我就想说呢，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的不同，它的监督的不同啊。国际仲裁的监督和国内仲裁的监督，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呢，国际仲裁它的监督基本上说可以分三个方面：一是仲裁行业监督，二是当事人监督，三是司法监督。这个事中呢，主要是依靠仲裁制度自身的运行机制产生监督作用。它的当事人监督在于它那种对抗式的监督，彼此对对方的监督或者约束都是强有力的。还有呢，事后监督就是司法监督。那么国内的监督呢，可以大体上说分四种方式：一种是当事人监督，一种是司法监督，一种是机构内部监督，
第四种是监察监督。其中呢，监察监督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制度，非常重要，非常必要。这个机构内部的监督，以及我们国家特有的监督制度，它在执行过程中各自的发挥不同的作用。其中呢，我们国内啊还有一种监督的方式，或者说呢是双层或者双轨制的监督方式，就是对涉外仲裁，重点监督程序，这个不涉外的仲裁，不仅是程序，也包括其他的方面。这个司法监督啊，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仲裁监督比较侧重或者比较强调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仲裁裁决送达之后，一方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或者申请不予执行这样一个制度。其实呢，这个仲裁它是法院诉讼之外的一种争议解决的一种替代方式，它的民间性、契约性比较突出。它是通过当事人选择适用仲裁规则，选择适用法律规范，通过管辖权异议，通过申请仲裁员回避，来行使对仲裁员的这个监督。这些监督也在都在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同样啊，在这里啊，就是这些监督措施的应用，在运行过程中，这个度的拿捏同样非常重要。过度的监督肯定不好，但是没有监督就更不好，所以这需要智慧。在制度构建过程中，可能需要特别予以考虑的。同样啊，我自己啊，就是有些想法或者看法啊，作为一个仲裁员，就是设立具有专业判断能力的监督委员会。我希望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监督委员会，对庭审的程序，对庭审的质量，对裁决的公正性，进行监督，同时他配合着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这种质量把关，共同履行监督职责，他在一定程度可以修补一裁终局的救济缺陷。我们知道，作为诉讼，一审判决之后，那些民商诉讼，一审判决之后呢，还有二审，还有再审，还有抗诉，还有申诉作为救济渠道。固然一裁终局它的效率是很高的，但是没有及时到位解渴管用的监督，这仲裁质量如何把握，也是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内部监督呢，在仲裁机构的运行当中啊，可能还需要制度层面的设计。还有作为这个监督委员会，我希望他在仲裁员的选聘、仲裁员的退出过程中也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希望这个机构的存在对于仲裁员客观公正的履职也会起到提示警示作用。还有呢，仲裁行业监督，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行业、一个机构，比如仲裁协会，通过调动行业的力量和资源，强化监督作用，包括制定规则，包括培训，也包括统筹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来强化监督的实效。另外呢，关于强化司法监督，我们的司法监督呢，过去也是特别强调程序监督，就是程序违法监督力度或者监督的关注度比较高，而对于实体权力的失衡或者显示公平，这个监督是否应当更加有力到位，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最后一个建议啊，就是我觉得仲裁监督需要善用或者穷尽律师这个行业的职业监督优势，因为律师这个行业
它的天性之一就是善于发现问题，善于监督，敢于监督，因为它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它的这种监督的优势。因为律师给原告代理也给被告代理，给申请人代理也给被申请人代理，那给立法者服务也给执法者服务，他的视角多元，服务的角度多元，所以他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待同样的问题，因此发挥律师的职业监督作用，对于更好的实现监督的效能，进而提升仲裁的质量，提升仲裁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我觉得它的意义也是重大的。没了。好，非常感谢高会长对于仲裁监督的这几个维度的深入的给我们的讲解啊，尤其是对于监督的主要内容，涉及到了国内仲裁的监督，和国际仲裁监督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功能定位，以及我们涉及到了仲裁程序推进的方式啊，包括监督委员会的设置啊，裁决的公正性的保证啊，还有一些关于仲裁监督和其他监督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和区别。非常感谢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涉及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现场的专家的讲解的这个环节就到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个现场和线上的提问的环节，也向三位这个老师汇报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现场的位置是有限的，我们这个在线上转发的这个时间之前，我们同学们的报名就已经名额就已经满了，所以很多这个。尤其是一些律师朋友要申请到现场来听会，我们就没有办法安排，当然我们这个会务的这个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线上的这个提问是非常的踊跃的，我们看到了现在是内蒙古、四川、重庆、山西、宁夏、黑龙江、辽宁、广东、福建、天津、河南、西藏等等这些律师协会呢，都对我们北大法宝学堂的这个直播间进行了转发，然后我们现在线上这个进行这个观看学习的律师和一些同行们也其实数量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这个提问啊，这个问题也不少了，所以我们这样现场的话，我们现场的同学啊先稍等，我们现场有两个问题让大家稍等，我们先给线上的这些同行们这个提问啊，先提供这个优先的机会。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好多这个律师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涉外律师有什么要求，然后通过哪些可以提升涉外律师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技巧，怎么样能够开展涉外律师业务。这个问题看是要不然于会长还是高会长。好，那个刚才讲到呢，这个涉外法律服务啊，现在是显得越来越重要。我看过一个统计啊，到现在啊，到此时此地啊，中国律师人数是超过70万了，资深会长对吧？然后呢，2023年司法部做了一个统计，说涉外律师呢只有1.2万名，那这个占比啊1.7%都不到。那实际上呢？这个涉外律师啊，具备涉外律师能力的人肯定是不止这1.2万人啊，我们就从他们的学历背景啊这个方面来看，懂外语啊，懂经济啊，那么但是呢，真正能够做好涉外法律服务或者国际这个律师业务的，那的确是非常少。那么这个原因的话呢，当然我们的人才储备啊，这个市场需求起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才啊，不可能是和市场这个同步的。那么，一个涉外律师需要具有什么样的这个能力或者什么样的水平？我想呢，首先要有一个这个成为一名好律师啊，你不管是在国内啊国外都一样。那第二个呢，相较于如果我仅做这个国内业务的话呢，可能第一个在你开放性的心态方面要求更高一些，就有句话叫少见多怪，多见少怪，那涉外律师你要多见少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我刚才反复强，你既要了解中国的也要了解世界的，
当然这个世界非常宽，你要选择一个区域啊，你不可能把世界各国的法律都学通，那么你可以聚集到美国甚至美国某一个州啊，你可以聚集到英国或者欧洲某个国家啊，或者我们非洲某个国家啊，从这个方面啊啊，我们一般讲的从垂直领域哎、啊、去找一个突破口。那第二个的话呢，这种学习的能力来自于什么呢？它不仅仅是对法律的理解，我刚才讲到我对罗马法的理解是看了炎炎其生的罗马人的故事，以及实地欧洲去看了之后啊，我才有进一步的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那对于各位而言呢，我是希望这个恍然大悟这么一拍脑袋越年轻越好，那千万不能到这个人生最后的时期多拍几下脑袋，那个就来不及了。那么回过头来讲，我们涉外这个法律服务能力的提升，那就需要多学。那么不仅仅是学法律，我举个例子，2017年我在德国跟一个德国律师呢做交流，之前的话我们也交流了很多，但是真正深入的是我提到，我说呢，2017年刚好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因为1517年马丁路德啊写了96条论纲，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谈，跟一个德国律师，我也谈到了同时期我们明朝王阳明知行合一和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最后为什么这个基督教的新教最后影响了整个北欧以及呢后来的北美，而我们的知行合一可能没有形成我们全民族的这个共识，或者是说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哎，从这个我们开始谈到了德国的法律比较根本的制度，谈到了德国监事会的作用，谈到了公正在大陆法系下面的作用。哎，通过这样的这个交流，哎，它就非常深入。那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常深入的学习，我想对他而言也是一次非常深入的学习，而且他是来自东欧的，我们都有原来国有体制下面的一些规定，我们发觉，有很多这个共同点，这个是我反复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开放的心态，然后第二个去善于学习，这个善于交流，最终你会发觉，在法律制度啊，或者是说我们一些法律原则方面会有很多共通的。当然这个呢可能过于这个理论，对于我们律师职业而言的话，那我的理解呢是这样，第一个你的法律基本功底要好，第二个对于你如果是要做涉外或者国际业务的话，那我的建议是英美法或者说普通法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你要知道，至少 Introduction to Common Law System或者 Introduction to US Law, Introduction to England Law, 这些你要去看过啊，你要知道他所说的一些概念，比如说 liquid damage 到底是不是等于我们中国的违约金， remedy 包括几种形式，对吧，合同的成立，这些基本的概念你要知道，同时你要基本了解他的 tort 啊，侵权法。当然呢在很多涉外法律服务当中呢，一些属地化的，比如说呢涉及到房产婚姻的，通常呢每个国家都会做保留，你境外律师呢是不能执业的，但是商事领域的一些这个规定你还是要能够了解，如果你是做公司法的话，那么你像美国的 UCC 你至少要读一遍，对吧，大致了解它的统一商法典是讲了什么内容，这样呢能够让你做到多见少怪，同时呢从这个里面去寻找这个共同点。那么刚才我讲的呢都是法律制度啊或者法律规定方面的这个规则方面差异，另外一个从职业律师这个角度，就 lawyering 这个角度，中外律师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一方面你要对法律要理解，第二个你要对实务要有理解，因为法律职业啊，我觉得律师啊它还是一个实证性的科学，那么通过不断的研究，在不断的这个做业务啊，不断做案子，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真正我看下来涉外业务做得好的大多数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而是
而恰恰就是在这些事务所一线从事大量这个业务的，第一次不懂，到第二次了解，到第三次可能精通，就是要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断去迭代自己的认知啊，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啊，这个只要是按照这条路子啊，我想这个涉外律师啊也没那么悬。第二个，我是相信全国不只有1.2万名律师能够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我补充两句，我觉得岳老师说的很好。补充三句话，这个如何成为一个出色的涉外律师，我想是应当是全行业的期盼，也是社会和大局的期待。我的三句话呢，就是第一学习，第二交流，第三历练。学习外语，学习法律，学习技能，夯实你的理论深度，拓宽知识宽度，提高实操技能。交流，交流业务经验，交流涉外拓展经验，交流实战经验，也包括了解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包括相关的经验教学，包括业务拓展的空间，这是交流的内容。经常的交流会增加你这方面的能力。第三呢，就是历练，历练你的实战能力，包括你的一线实战能力，也包括你善于应用境外律师专业资源的能力。我觉得不要小看善于运用境外律师专业能力的能力，这个能力非常之重要。这个能力通过短期的培训可以立竿见影，而一线实战这个能力的提升，我觉得是相对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逐步夯实培养的过程。律师尽管是涉外律师，依然具有工匠身份和参谋身份，这两个身份的组合就注定了你的理论厚度、你的专业技能、你的视野都要同时兼备。所以我觉得学习、交流、历练，这是有可能成为优秀的涉外律师的一个路径。我觉得目前网络空间充分利用，学习的便利条件太方便了。你可以看到的，你可以学到的，你可以掌握的那些经验、那些教训、那些路径，你善加运用，你只要勤奋，你肯努力，我想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涉外律师。好，非常感谢。我也说两句啊，作为老师，大学的老师，就是什么是涉外法治人才，就是包括什么是涉外律师啊。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1月27号的那个讲话里面，他有一个界定，是怎么界定的？就是政治立场坚定，专业基础扎实，精通国际规则，就是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法治人才。所以这里面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你要作为一个涉外的律师也好，涉外的法治人才，因为涉外法治人才它包含的面更广啊，涉外的立法、执法、司法，涉外的仲裁、涉外律师、涉外公证，是吧？那各方面的人才，所以它里面最核心的，我觉得是一个是法学专业基础扎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精通或者是熟悉国际规则，熟悉国际规则，这我要特别强调，熟悉国际规则实际上就是熟悉国际法律规则，啊，所以就涉外法治人才，他必须有核心的国际法专业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如果没有国际法专业知识、能力、素养，很难说你是一个合格的涉外法治人才。再就是第三点，就是
精通涉外法律实务，也就是说你处理的案子是涉外的案子，不是国内的案子，是吧？是国际性的案子，是跨国的案子，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人呢、啊，全世界的法律事务他都会，他可能某一个什么知识产权的，或者是美国某一个州的，或者澳大利亚的，但一定是他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区域，他是精通那个领域的法涉外的或者国际性的法律事务的，这样的法治人才才是涉外法治人才。非常感谢啊，三位大专家的这关于这个问题的解读啊，这个问题在我们线上问的也是最多的啊。接下来我们看看现场的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建设，您有说到这个仲裁立法，好的仲裁制度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基石。我想您所谓的这个，您所说的这个仲裁立法，好的仲裁制度，一定是与国际接轨，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国际仲裁实践的这么样的立法和制度。但是我们在最近前段时间发布的这个我们仲裁法的修订的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有些规定还是没有和这个国际接轨。那就比如说我们在征求意见稿中还是看到没有开放这个 ad hoc， 就是临时仲裁。那还是海商案的案件，我们都知道这个 90% 以上可能都是临时仲裁。那我们这样的一种制度上没有体现出来，可能就把这一部分的这个案件就没有办法来在我们这边受理了。也很难向这个外界传递出我们国家支持仲裁、鼓励仲裁的这么一种政策。那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这个中间程序，就 interim measure， 就是比如说像保全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可能和世界规定的还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国际主流应该是由仲裁庭来决定，但是我们的仲裁意见稿中只是说我们的国家的仲裁庭只能说起到一个转递材料的这么一个权利，他没有办法决定怎么样去保全，是不是保全，他只能把这个提出保全的这个要求和案涉的相关材料转递给这个法院，让法院来做出决定。但是实际上仲裁员才是 arbitrator， 才是这个对这个案件、对这个案情、对这个实际情况才是最熟悉的。那我们把它转递到这个司法程序中，那还要不仅费时，而且或许对这个仲裁程序这个 interim measure 它的这个公正性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欠缺。所以说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怎么看这个仲裁法修订草案，您对仲裁法修订有什么期待？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接着而来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看到仲裁法中它有些规定还是没有和国际接轨，所以说您之前提到的这个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建设，那么它到底指的是我真的想吸引双方当事人都是境外的当事人，然后我把这个 dispute resolution 引进到中国来解决，还是说我们这个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指的是我们一带一路，我们有大量的中资出海，那我们大量的这个国企央企出海，那我们把国企央企出海在外面进行建设，进行这个 construction， 把那一大块的这个涉外的法律服务市场给带回来。谢谢黄老师。你自报家门介绍一下，你是？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国际仲裁方向的。叫什么名字？我叫罗鼎元。好，谢谢你的问题。我非常高兴呢、你看到了我们目前仲裁法修订草案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呢，我也是认同你的看法。当然，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一直要呼吁，为什么就是说，就是要跟这个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法示范法能够更加趋同吧，更加接近。这就是希望在仲裁法的修订中啊，有些问题啊能够得到因为你要。打造中国，把中国的很多地方打造成国际商事仲裁中心，那么你的这个首先仲裁法、仲裁规则都不能够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现代化的，
那我觉得可能是会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因为其实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觉得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这个11月27号这个讲话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在国际经济贸易里要对标啊世界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那在国际上市仲裁领域，世界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就是联合国的示范法。而且我们现在始终强调要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那就是我觉得要把总书记讲的这些话挪到实处啊，这就是我的意见。那个黄校长呢，是从这个学者这个角度啊，在看那个仲裁法修改，我就从我们仲裁从业者这个角度啊，也谈一些想法。你提到的那个应该是临时措施啊，中间裁决，对吧？这些是国际商事仲裁当中呢是比较普遍，但是呢，是不是在我们中国必须，这个实际上是有讨论的。那总体而言呢，从涉外仲裁领域这个需求更大。但是呢，我们有270多个仲裁机构，那么在内陆西部地区啊，它可能这一类的案件啊就碰到的比较少，所以呢，要用一个统一的规则去规范270多家仲裁机构，这个是相对比较困难。那么当然呢，仲裁这次仲裁法的这个修改啊，那总体外界这个评价就是好像没有。外界期待的那么大，这个呢对我而言我觉得也是一个遗憾。当然呢，有些是不需要修改仲裁法就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临时措施啊，或者是说中间裁决，目前的仲裁法并没有禁止，而且呢在很多涉外仲裁当中，仲裁庭开这个出具啊程序令啊，这些实际上已经有了，啊，不违反现行的仲裁法。第二个，临时仲裁这个 ad hoc arbitration， 实际上在仲裁这个商事仲裁界呢，它有两种说法。那一种说法呢，它现在实际上是非主流的。这个呢，为什么是非主流 ？ad hoc arbitration 它是在机构仲裁之前发生的。那么现在呢，它很多产生于什么呢？海商海事。对于这个临时仲裁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for your information 啊，我们上海仲裁协会呢正在起草临时仲裁规则，那么希望呢是做一个尝试啊。这个做一个尝试是什么呢？之前因为2016年的时候呢啊有一个规定啊，仲裁界就叫三特定，实际上是在三个特定的范围啊，就是实际上是特定的地区、特定的这个当事人跟特定的地区、特定的规则、特定的人员，啊，可以实行这个临时仲裁。那么这个里面呢，当然也涉及到本身临时仲裁裁决它的效率，以及呢它的承认执行问题，啊，我们预计啊，今年我们会这个也公开征求这个社会意见，啊，到时你可以留下姓名啊，我邀请你专门对我们来提些意见，啊，谢谢。我再跟你补两句啊，这部法律仲裁法正在修改过程中，正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因为它不是最终稿，所以广泛的征求意见就是说这部法律目前它不是最终稿，最终出台的法律我相信它一定会有助于国际仲裁中心的建设，一定会有助于国际争议解决优先地这个目标，也一定会有助于国际化的、市场化的、法律化的营商环境，因为法律总是为目标服务的。况且我们现在强调立法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这是一啊。第二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要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那其中就包括有助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
那些高标准的规则，有助于国际仲裁中心的那样的规则，那样的高标准的规则的对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对这部法律加以期待。谢谢。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提问和线上提问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其实现场还有一位大专家，就是我们涉外法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黄勇教授。他不仅是我们国内顶尖级的反垄断的专家，同时他也是非常资深的仲裁员。所以我们现在掌声有请黄老师给我们做总结致辞。好，大家晚上好了啊，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了啊，6点钟必须要结束哈。那 我简单的讲几句感想吧。其实这个我自己研究的领域呢，并不是仲裁法啊，但是呢，我刚才算了一下，我也没算清楚多少啊，大概已经超过20多年的仲裁经验。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其实我跟高子成会长第一次见面是在当时的那个场合，仲裁的这个聚会的场合见面的啊，可惜没有跟你合作过案子哈，你可能更忙，那时候就忙，现在更忙啊。那尽管是这样，所以我刚才听了这么长时间啊，三位大咖这个谈涉外法治与仲裁，今天我们选的题目特别好。第一，我们是有契合我们的涉外法治大讲堂，那么这个我们请来了黄静老师、黄静校长、黄静会长啊，经常我们听他的、聆听他的这个国际法和涉外法的各种的观点。那今天他又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梳理。而且呢是聚焦具体问题的一个高屋建瓴，既有高屋建瓴的这种理论啊，和他的这种最新的思考，也有制度上的这种思考啊，那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涉外法治啊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和当下的问题和我们研究的方向。同时呢，两位会长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也听到了啊，也是他们的实践的经验是相当的丰富，而且我们来自这个上海的仲裁协会啊，于会长，刚才我们在会前交流的时候啊，他是应该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地方仲裁协会的一个创举是吧？第一个啊。而且上海是我们的一个投资和贸易和金融以及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没有之一啊，它是天花板啊。那我一直是这样印象。那它在这个仲裁的这个方面做的也是非常像上海人一样的精致，而且是有声有色啊。那这个在刚才说的每年有一次国际的仲裁的论坛，我给你做，我是北京人啊，给你上海人做广告啊，但是这个是对我们北京仲裁，我们应该是一个中心，因为国际CTEC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发源于北京啊，50年代随我们新中国一起成长、一起发展起来的。那这个，但是呢，我们当然北京和中央这块有我们的仲裁的特色，但是我听了你那个刚才您的这个经验啊，北京呢作为这个一个两区发展的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刚才黄老师所说的要建设这个国际商事仲裁的中心啊。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是中外的仲裁的一个比较啊，那同时我们又看到是一种问题的导向啊，那么既有我们的制度的优势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经验，更有我们的这些问题啊，和制度建设中未来的当下和未来制度建设的这个如何去完善
啊，那么而且我们都提出了很好的这种建议。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仲裁员，但是不是一个仲裁学者，我是受益良多啊。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总体的感受。那我想有几点思考啊，延续三位这个专家的这个思考。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非常的确认了，就是仲裁呢是我们仲裁的这项制度，是我们涉外法治的这个建设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涉外法治中的这种法律服务啊，涉外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是所以我们的认识呢是统一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这个挑战和改善的这个进步的这个空间。其实呢我们也是我们要走融入世界啊的这个，不管是经济和贸易和其他的这个方面，那么我们的一项具体的，实际上我们如何去融入，其实都是从每一项具体的制度啊去融入的。那就像黄老师所说的，我们如何去对标国际上最先进的这种标准管理的经验，那仲裁我们实际上是有对标的啊，刚才已经说到了。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今天我们大讲堂实际上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我们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了人才的问题。刚才于律师和这个高会长已经都提到了，我们的仲裁不到280个，我们的这个涉外人才和仲，实际上涉外人才里头有仲裁经验的或国际仲裁经验的又少之又少，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作为学者来讲，我们是老师，也是给我们的人才的培养和如何去跟社会，特别是律师界和法律界，我们如何去共融啊，去提高我们的这个仲裁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印象中我们我们学校涉外法治研究院啊，去年跟高会长律协北京律协和司法局第一次举办了这个涉外法治的这个人才高端人才的一个培训班，30多个学员这个是我们主导的。那我当时的一个经验所以于律师跟你交流啊，因为来的30多个学员都是有8年以上的国际案件的国际背景，包括教育背景的这个学员，所以如果是我们作为学校承担这个，还是像我们传统课程一样那我们合同法呀、民法呀什么，再加上我一个反垄断法，我觉得是可能对你们律师来讲是不过瘾的。所以当时我主导就是希望能够复合型的，那我把大厂、跨国公司，还有就是有关我能想象的，包括数字最前沿的他们的这些公司服务的法务和技术人员，我们都到这个班里头，最后反响是很好，我也跟着学习啊。有很多的就是法律人，他实际上你要懂行业，你要懂商业的规则，你要懂，甚至要懂技术的逻辑等等，这样你才能够，特别是在仲裁这个方面，你才能发挥你的这个专业的作用。所以这个是另外说一句，它不仅仅是涉外法治的这个一部分啊，那还是一个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部分，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啊。第二个我觉得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去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这个建设问题。我就一个感想啊，就是所谓如何去建设，刚才三位谈了很多，那如果我去想这个问题，总结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首先一个问题要回归仲裁的初心，就是仲裁是怎么形成的，是吧？它实际上是商人
在传统的诉讼的争端解决的机制下，它商业的发达和技术的进步，就是原来的传统的这种诉讼，它可能解决不了商人专业的问题，是吧？专业的问题，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那就要找专业的人，你来去帮我裁判一下。实际上这个初心是，就是一个商业发达和技术到今天还是一个进步，技术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一个自愿性。刚才于律师所谈到的，它一个自愿性、民间性，完了以后中立性等等，它是这么而来的。所以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争端解决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的经验实际上你现在要看到，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政府在推，你去看政府的文件里的写，哎，我要干这个，我要干那个，那这是对的。但是你政府要干这个的时候，包括政府他去如何去推，你也不能去把这个初心给忘掉，你去专门的去打造是打造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又是涉外的问题，国际的仲裁，你怎么，刚才同学来问这个问题，我也在问政府，你到底这个中心是要干什么？我觉得首先啊，因为我们的仲裁基础应该说已经历史已经几十年的历史，应当说经验丰富，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国际化的这一块是有很大的欠缺。因此我就跟政府谈，我说你首先要把 ICC 和这个包括在旧金山的关于数字的仲裁，新加坡的一些专业的标准必要专利的仲裁，因为这跟我都有关系，我说你是不是让他们的专家涉及到中国，让他们来中国，就三个仲裁员来中国，这样行不行？我们能有一个接待和一个场所和一个机制，就先让他过来，是吧？就跟我去工作的一个专家是英国的法官，他特别高兴地跟我说，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我去了哈萨克斯坦，我说这跟你有关系吗？他说我是大家知道是开采石油，总统聘了一堆的国际的资深的专家去到那儿去仲裁什么呢？就是国际仲裁石油能源的问题啊。哎，我就当时我想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去都是总统给我颁发的证书啊，那实际上就是说那机构可能也不在那儿，但是他说我要国际化，所以你这些国际专家先来我这儿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啊。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特别重要啊，在这儿，在这里头可能我觉得可能在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仲裁，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现在手里好几个案件啊，这里有跟司法的关系，司法审判，就是刚才高律师反复提到啊，有甚至有跟行政执法关系。那我们的仲裁员经常是拿着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在这抠，我说现在这个案件是我们仲裁在本案情下跟那个是有很大的差异，我为什么要抠那个，是吧？总的原则是应该是符合的。所以就这里头有很多就是制度建设方面的，我们仲裁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如何去体现，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在我们经贸大学做这个涉外法治的这个讲堂，所以我们经贸大学刚才梅院长已经说了，我们有真的是优势。我想了一下，我进那个贸仲会啊，仲裁委员会，其实是源于我们当初建立的沈达明和冯大同两位老先生，他们一直是啊我们的前辈，也是贸仲的这个前辈，所以也带动我们的国际商法，特别是贸易仲裁的这块，投资仲裁的这块，我们的当年所有老师，几乎所有老师都是他的仲裁员啊，有这个传统。那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我的反垄断的专业，就是反垄断是否可仲裁，这次仲裁法也在讨论啊。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还有一些专业的问题，刚才讲的石油的问题、能源资源的问题，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其实结合中国的特点，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国际上的加工点和资源和都是在中国，而且占的比例是非常大，是现在我们很多是离不开中国的。在这些领域，我们建立一些我们的这种仲裁的特色的东西，也是我们也是为世界的国际的仲裁做贡献。最后呢，还是要感谢啊，这个我们三位专家，感谢主持人，感谢线上聆听的和现场聆听的各位来宾啊，继续支持我们涉外法治大讲堂，谢谢。那时间到这儿的话，我们这一期的大讲堂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这期大讲堂的主题是仲裁与涉外法治，我们大概从理论的基础制度的展开以及实战经验三个维度进行了九个议题的设置。所以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这九个问题啊，通过九个问题对仲裁与涉外法治中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讲解。那么同时我们要再一次感谢三位专家的智慧分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春天的温暖。那么同时我们要感谢黄老师及在座的各位专家嘉宾感谢我们现场的100多位同学，感谢这个线上一直坚持到现在的这个各位同仁。好，那我们期待我们下期大讲堂再见了，谢谢大家。